你嘅物业李夫生村新奇分享嘅 Letty。今日咧带大家嚟到华景山庄去参观一个中层单位。呢个单位实用面积637尺，系一个三房单位嚟嘅。呢度咧唔单止向东南望到翠绿嘅山景，而且咧价钱仲非常吸引。好啦，而家带大家入屋参观下。入屋前咧，俾大家望下物业资料先。华景山庄附设华景商场，里面有齐食肆、超市、幼稚园、补习社、商店等等，绝对可以满足你日常生活所需呀。而交通方面咧，有专线小巴来往丽景、长沙湾、荃湾等地。而揸车嘅朋友咧，绝对唔需要担心泊车嘅问题呀，因为呢度嘅车位供应系 over 1:1嘅。至于会所方面咧，设施有壁球场、网球场、健身室、阅读室同私人泳池等等。好啦，唔讲咁多啦，而家带大家入屋参观下。一入屋咧，见到呢个单位已经有基本嘅装修噶啦。客饭厅分为左右两边，客饭厅分明。而单位咧亦都有对流窗，可以增强空气流通。客厅嘅窗系向东南方嘅。由窗望出去，可以望到翠绿嘅山景。得闲望多啲绿色嘅植物，眼睛都会健康啲呀。跟住咧，带大家望下厨房位置。厨房感觉空间阔落，亦都做咗啲简单嘅橱柜。再带大家睇睇睡房。呢间睡房咧，同样系向东南方嘅，面积大概有68尺左右，方正实用。而洗手间咧就做咗企缸设计，预留咗洗衣机位置，亦都做咗假天花。再睇埋另一间睡房，呢间睡房咧面积大概有72尺左右，采光度十足，望落去非常光猛舒服啊！睇埋最后一间睡房啦，呢间房咧系三间房之中最大嘅一间，面积大概有86尺左右。即使放张 king size 嘅双人床，三边落床都绝对冇难度。由窗望出去，景观非常开扬。除咗望到翠绿嘅山景之外咧，仲望到一大片天空，即系有种远离烦嚣嘅感觉啊！今日嘅介绍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对单位有兴趣，或者想上嚟参观嘅话咧，都可以随时联络我噶。拜拜。